角龙支队。来，我们蓝船三河村，他们现在经过我们可爱美丽的一个什么情人吊桥，已经经过了。哎呀，马上要前往我们夺标区。现在向大家选手分头战，全部都是用桂枝，全部都用桂枝。现在画面上呈现的是黄船九龙村队，轰隆隆的提取，加油啦，九龙村！恭喜在蓝船的三河村队，在下比赛中以2-0获胜。